9日在本校文物与艺术馆举行第十届董理事就职典礼，邀请丹斯以拿督邝汉光担任宣誓主宾。同时，本校校友会第12届理事也在本校董事会执行顾问拿督张文强的见证下宣誓就职。新山各华团领袖也受邀出席观礼。在丹斯里拿督邝汉光的见证下，本校第10届董事会和理事会会员在董事长拿督陈明诚和理事长张瑞发博士的带领下，分别进行了宣誓就职仪式。随着该仪式的结束，那也代表着第10届董事会和理事会开始了新的任期。此外，本校校友会也在同一天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在新任会长吴来才的带领下，校友会新任理事在本校董事会执行顾问拿督张文强的见证之下宣誓就职。三项宣誓就职仪式在新山华社代表的见证下顺利举行。南方电视台潘淑贤、梁平熙、杨德耀拍摄报道。